什么底妆能让人脱胎换骨，一秒成为自信女神？今天有18岁青春痘困扰吗？我是资深的痘痘王 VIP， 平常化妆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卡粉，或者是很难遮痘痘，或者是会起皮之类的。我今天要用的选手就是美咖的刮刀粉底，然后再配上去你的瑕疵遮瑕泥，示范给大家看哦。有看到吗？这样的底妆特别轻薄，看起来完全不会很厚，然后遮瑕力也非常的强。再用它的工具粉扑，然后拍开来。看得出来差别吗？你看这样子瑕疵的就盖了7-8层了。这时候比较严重的瑕疵部分，我就会用去你的瑕疵来帮满片，直接把它点在瑕疵你觉得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地方，快快的把它画开就可以了。这边是没有遮过的，边是上完粉底然后遮过的，瞬间就充满自信，我这样画才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吗？其实我之前第一次用刮刀粉底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酷，因为很快速，直接刮刮刮就好了，刮出来的效果也非常轻薄，不到3分钟就完成了一半的脸了，效果还不错吧。瑕疵非常严重的地方再用遮瑕膏补强一下。妈呀，这种感觉太好了，太美了。接下来就是验证魔术的时候了。底妆上得好，后面的化妆就都不用烦恼了，这样就可以美美的一整天咯。底妆轻薄，然后又很遮瑕，真的是完美。